喺13號嘅黑色星期五見到滿月嘅機會唔多，上次發生係喺14年前嘅10月，下次嘅話就要等35年後，即係2049年。大今晚出現嘅月亮並唔係普通嘅滿月，而係因浪漫嘅琥珀色而命名嘅蜜月。每年最多只有3個黑色星期五同埋大約12次嘅滿月。喺黑色星期五出現嘅滿月就被稱為蜜月、玫瑰月或者草莓月。 大多地區嘅市民可以喺今晚嘅凌晨時分睇到蜜月，錯過呢個機會嘅話，就唯有上網睇人哋影嘅相或者拍嘅影片，因為下一次嘅蜜月要等到2098年先至再出現。